我是一只小飞机，我要来拼装喽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十。哎，怎么少了两块呀？哎呀，少了两块，我不开心，我不开心！姐姐，你快跑呀，快跑！乔治，你等等我！哎呦，摔死我了！哎呀，佩奇、乔治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呀？都压到我了！哼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怪兽在追我们，我们好害怕呀！哎，你们两个要是可以变成数字九和数字十就好了，这样怪兽就不会把你们抓走了。可是怎么样才能变成数字九和数字十呢？来来来，乔治，我来帮你点亮红色能量，点点点点点。太好了，我变成了数字九。我也要变，我也要变。好，佩奇，我来帮你点亮红色能量，点点点点点。哈，为什么我的姐姐还没有变呀？哎呀，我的红色能量没有了。啊，红色能量没有了呀？那好吧，我就站在这边等着怪兽来抓我吧。不行不行，姐姐不能被怪兽抓走，没有姐姐，我乔治会伤心的。哎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点亮红色能量吗？我的姐姐就可以变成数字十了，怪兽就不会抓她了。啊，哇，屏幕都闪闪发光了，小朋友们都在帮我呀！太好了，我变成了数字十。哎，这佩奇乔治跑哪里去了呀？出来透透气，透透气。哎，找不到佩奇乔治了。